行嘞，加嘴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是咱研习营的第三天。我每一届吼，那到第三天的时阵，大家甲看拢是笑眯眯，因为吼小等下哦，食饭饱吼，啊就会当去甲厝的人见面，真欢喜。我相信呢，这边的研习营哦，伫大家人的心内底、头壳内底啊，拢有一个真深、真深的迄个感受才对。因为我相信讲，为今日以后啊，咱各位，若你看报纸，你也要看。当然，我毋是讲你毋捌字啦，但是报纸你就开始也要看。所以一开始的时阵哦，要讲一个重点，予咱各位啊做一个参考。这个重点就是这三天的总结论，就是我这边下面咧讲的一段话。啊，请你爱记。这段话就是：台湾不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嘛不是台湾，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，不能就地合法。台湾人不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嘛不是台湾人。这是今日我要甲各位讲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。今日台湾到今日为止，还阁无法度脱离过去的苦难，主要就是台湾人未晓将台湾甲中华民国跳开。学校内底，因为过去66年以来，自从1945年。8月15日，日本投降迄一天开始，台湾人因为上头是受到讲战败的苦难，落尾啊，佫雄雄佫予人甲你讲你是战赢，所以伫即个时阵，台湾的角色啊完全的错乱，因为你的角色错乱，所以地输中华民国来占台湾的时阵，伊用战胜国的姿态入来台湾，但是甲你讲，你是同胞，你是我那贱人，但是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心态内底是看不起台湾人，因为你战败。所以才会在1947年2月28日来发生228的精英的屠杀事件。这个精英的屠杀事件，坦白讲，不是偶然呐。精英屠杀以后，到1949年6月15日，中华民国竟然印新台票，用一块甲你换40000元，将台湾人所有的财产啊，甲你洗甲清清清。所以你甲看，为40000元去换伊一块，到今日的台湾人会当遮富庶，原因是啥？台湾人骨力。台湾人勤俭，台湾人逆来顺受，莫怪有一个日本的民政长官第四届奥多新贝，伊讲台湾人真好管，三项代志都台湾人管得到啊。台湾人特色爱钱、惊死、爱民主，是来讲啊，这句话。是咱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啊，一个爱感觉讲真艰苦，啊嘛真见笑的代志。咱民政府就要彻底，台湾人爱为过去这唔好防潮的这款的坏习惯，爱彻底来改变。各位，要改变这个啊，唔是遐简单啊。靠我一个。
靠咱参议院议长，靠咱蔡吉元、蔡总理，靠咱这干部办袂成啦。爱靠的是啥物人？在座的各位啦。所以，上个重要的就是讲，爱将台湾的地位爱回恢复正常化，咱要恢复正常化就好。什么话叫做恢复正常化？台湾的地位到底伫国际所有的国家的内底，因的头壳内底想的台湾到底是什么款的台湾？你也会记得，伫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全世界拢讲台湾战败，干那中国人甲你讲台湾战赢。你袂当讲你要享受这尔，诶，这个荣耀，啊，一方面也要讲要来享受你的建树的待遇，无可能。咱来二选一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阵，1944年开始，美国大量的轰炸台湾。全台湾四界拢去炸个密密麻麻，咱唔知影，但咱的老爸、咱的阿公清清楚楚。但是甲咱这代，甚至咱的后代，已经去予伊教育，已经甲你抹黑，甚至有真侪囡仔读个大学毕业啊，去读研究所啊。我伫甲因讲的时阵，伊还佫叫是讲八年抗战，这是一个真可悲的代志。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代志，所以是安怎咱有这个演习营？美国讲好，你台湾人无爱中国来统治，真简单啊！我政权会使行你啊！你已经发现台湾的地位，发现台湾的法律，我就照法律来跟你行。但是你台湾人敢有法度？400年来，台湾唔捌建立过家己的国家。台湾民政府是头一摆利用国际的战争法，利用万国公法，利用主人法，来要建立全世界会当承认的一个国家，何等的困难啊！所以，在这个时阵，咱民政府所有的内阁，咱这些人定在开会。咱来知影，民政府无钱呢，无真大笔的钱，你甲你胡言呢？咱无去接受所有的企业，讲我予你几千名，予你几亿 ，no。咱到今日为止，我各位，我真骄傲，甲各位讲，咱无接受外口的任何的募款的捐款啦。我当然讲的讲几千万去讲啊，啊若有，咱嘛有5万，有30万，上济到今日为止30万。迄伫2005年的时阵啊，7月20日，我甲何瑞元伫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登一个报纸，你敢登一个报纸专版的爱偌济？一工尔呢，9万几块美金。迄篇文章我甲登啥物物件 ？What are you doing？ 你美国在干什么？你建你啊！啊，我台湾和你建树，我嘛甘愿啊。但是你对台湾人的人权的保障伫什么所在？为迄篇开始，美国的国务院、美国的国防部才知影讲，嗨啦，台湾人已经发现了啦。但是迄个时阵，美国就开始咧注意讲，咱这个团体到底是什么款的团体？伊想讲，咱是毋是革命团体？因为全世界的国家，像最近发生的利比亚，这国家大部分若要革命，拢啥？拢是老会的革命。台湾人绝对无可能去老会啦，台湾人惊死嘛，日本人甲咱教过嘛，所以台湾人甲既然惊死，啊爱钱，爱民主。只有一条路好难行呢，行法律。无想到讲，美国政府
非常的尊重咱。伊讲，你若既然发现法律，你若故意行，我就照行政单位，照你美国司法单位的指示来给你帮忙。这只会变作伫去年，除了到美国七月七日，和咱民政府伫华盛顿 D.C. 设立办公室，这个办公室到今日为止还搁伫咧。九月七八，伫世纪饭店，甲咱办一个真大型的酒会。酒会以后，甲咱人集合，为今日开始，我美国已经替你台湾民政府开了了一条路啦。所以去年十一月初日，咱对外宣布内阁成立。民政府在2008年二月初二正式有七个政党，也是迄个联名啊，咱组织对全世界194个国家宣布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同时向194个国家发 email， 要求因承认，同时给咱帮忙。有两个国家承认，第三个国家就是日本。伫今年四月二八，咱去甲送抗议书以后啊，伊写一张公文来，用台湾民众甲咱称呼了。伊即个拍破呢？喂！哎，我都要甲你提醒讲哦，爱拍破变拍破呢，啊，莫干那听尔啦，安尼好唔好啊？他大声了，好不好啊？好。我唔能讲伊，唔能讲伊。2008年二月七日，第一个甲咱承认的什么人？你敢知啊？你绝对要袂到。当然，美国是一定承认啦。但是美国的承认是替咱办酒会，替咱办办公室。第2008年二月七日，迄天成立民政府以后，伫十一月七日，咱去办内阁成立的时阵啊，美国的 CIA 正式派人参加咱的组织的时阵，内阁啊成立的大会，成立的大会 ，CIA 有甲我讲，以后的超一礼拜左右，因倒转来，伊甲我讲。伊用将这个成立的时阵的相片啊，去五角大厦放给所有的人。你知影因安怎讲无？哎，这个团体啊，无成革命团体，大家拢足斯文的。我讲无唔对，但是斯文啊，咱是比铁刀铁枪啊较厉害呢。我甲讲啊，法律是你定的。你要照你的法律来行，美国嘛承认吗？所以2008年二月七日成立了后，到2010年的十一月七日，咱成立民政府的内阁。各位，你也知影什么叫做民政府？这是伫战争法内底规定啊。你会当用台湾民政府？请问会当用台湾国无 ？No。会当用台湾共和国无 ？No。台湾临时政府无 ？No。这拢唔对。战争法内底清清楚楚，就是讲你若去用占领，你的老百姓爱家己哦。你若无要成立，伊该占偌久啊？你若知影，你就爱成立。成立啥？民政府 （civil government）。啊，什么叫做战争法？战争法就定义五个所在，五个法律啦。第一，1947年的，我都想用它笔签。我看1947年，我等下，我一直爱想起来，无想起来会使。战争法内底哈，第一个啊，我先卖讲按照次序啦。第一个我来讲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，
这个判例有几个？因为战争所产生的判例有差不多百几个判例在里面，都是原文。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陆军总署，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，这个有几条？三千几条。再来就是万国公法里面有关战争的部分，跟红十字会有关战争的章程，这个部分他们说比较没那么多，但是这个部分规定非常的详细。另外呢，还有我想说有没有忘记了，那是什么？No 等你休息一下再说五位啦，我头一次忘记了这个日内瓦 和平公约啦，日内瓦啦，对啦对啦，日内瓦和平公约里面有关战争的部分，这五个所在啊合起来就是所谓的战争法。所以这个战争法哦，你如果读一个没有用，你读以后啊还要有你的逻辑来做判断。就是这个逻辑什么逻辑？对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吸一个。刚才亲像1853年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，叫做 Close 对 Harrison 的判例。这个判例讲啥？这个、对台湾非常要紧。伊讲和平条约生效啊，无代表军事政府结束。我讲一摆哦，和平条约生效，无代表军事政府结束。军事政府若要结束，都爱美国的参议院来通过相关的法律，还是由总统来宣布。和平条约就这张和平条约生效，1952年弃为礼备生效。今日美国的参议院也好，美国的总统还阁毋捌宣布讲军事占领伫台湾结束，所以因为这个判例伫遮，你就非常的清楚。台湾到今日为止，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。现在军事政府占领下，这就要等于看《旧金山和平条》23条的 A 了。迄个在讲啥？23条 A 是规定台湾这块土所在，美国是伊的主要占领权国 （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）。主要占领权国，实际上在战争法里面，敢若会使有一个个位数，而且要单数。敢若亲像德国战输的时阵，予四个国家给占领：美国、苏联、英国、法国。啊，后尾啊，在1972年迄阵有发生一个代志，就是波兰一架飞机劫机啊。在这个柏林降落，降落以后，美国就要开军事会议。啊，这个军事会议开的时阵，什么人要换头？当然一个国家换头，一个国家换头。这个国家是什么？主要占领全国。啊，这个、主要占领全国是对一个国家，就是美国。啊，这个美国你先那个判断讲，伊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大先就是要伊要先入面。所以你个看电影，电影内底。有一段在演就讲，美军伫抢要入去柏林，苏联嘛抢要入去柏林，啥物人先到？美军先到，所以由美国来召集四个国家来组成军事法庭来审判。所以你来知影，这战争法内底非常的清楚的规定，中华民国无唔对，伊是同盟国，伊是怕输。一战胜国，在旧金山的和平条约里面，虽然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，但是因为这个占领的问题在战争的里面已经是很清楚了，什么人有占领权利，不是说你战胜国你就有权利来占领。 No， 你要征服，征服英文是 conquer。 战争的里面无打仗，打赢打输，没有 win 或 lose， 没有，只干那用 conquer， 谁是
征服者，征服者讲较好听的，就是讲打赢啦。啊，讲较歹听的，就是啥？就是讲伊的武力，甲你土地占起来，这个甲你武力甲你占，打赢你的迄、那个国家才有占领权利。中华民国对台湾无占领权是安怎？是因为伊无派一兵一卒来甲台湾轰炸台湾，所以中华民国无资格占领台湾。所以今日今日，恁会敢问讲啊？奇怪咧！啊，中华民国哪会来占领啊？这是因为照1949年9月7日，马卡萨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，其中第二条，伊甲规定讲蒋介石来台湾地区接受日本的投降。投降这两字啊 ，surrender 啊，伫战争法内底啊，不代表任何意义、啊。战争投降这个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上个重要是征服，但是征服在1830年、1840年的以前，就是拿破仑时代以前，征服者伊若甲你占呢，无要退，后摆变做野土地，迄叫做占地为王。但是1830年、1840年以后，国际法改变，伊讲 no， 全世界袂当讲你占领迄块土地是你的。你若讲占领以后土地拢变你的，安尼全世界拢在战争。啊，若安尼今日美国啊，我讲可能全世界拢中了美名，拢叫做美国啦。因为世界上有这个和平条约，有这个战争法的严肃的规定以后啊，美国会当甲你占领，但是袂当甲你拥有。中华民国今日占领台湾，中华民国。伊要宣布台湾是伊的，敢有可能 ？No， 绝对不可能。所以中华民国唔是台湾，台湾嘛唔是中华民国。所有读法律的人，拢总知影。啊，若讲伊唔知影，我甲你讲，伊是甲你骗。占领袂使移转主权，战争法内底非常重要一句话，什么叫做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？例如。叫你来做兵，各位，当兵啊，大家拢知啊，当兵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。啊，这个义务是什么个义务？当兵是每一个人要尽的义务，因为你这个义务就是你要效忠这个军队，效忠这个国家。今日台湾人本来是日本籍，但是现主席占领以后变得无国籍。台湾人要效忠谁？那会当叫咱去做兵？你占领者叫我去做兵，那是完全违反战争法，这是战争犯呢。但是战争犯，你要甲告会使哦？会使，但是问题台湾即马毋是国家，咱若要甲告伊战争犯啊，各位，干那一条路尔啦。啊，靠日本人合作。啊，日本人要合作咩啊？我想足久诶，日本人。伊来要同意讲，含咱去甲国际法庭甲告中华民国，我甲看看啊，可能两个机会，第一个去甲琉球讲，你1228的时阵，琉球有20几个人，伫家人去中华民国台死，我爱开甲因讲，因若同意，由因向日本政府提出，我替伊写告状、告诉状，啊，由日本政府。向联合国提出，你要交予国际法庭。各位，过去台湾人从来毋捌想到这点。第二条咯，就是12月20日，咱要做的行动，要去日本靖国神社，要甲参拜。1945年4月7日，战争要结束的以前4个半月。日本天皇公布伊的诏书，予咱台湾人有参政权。伫国际法的内底，殖民地伫当地开始实施参政权，开始予台湾人有选举权。参政的时阵啊，迄片土地啊，拢总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当时，所有的台湾人的国籍。拢总是日本的国籍，
这点杜勒斯知无？杜勒斯是啥？就是写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迄个人。迄当时的美国的国务院伊，在国务院伊的迄个国务卿，伊为着这个写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去拜访日本啊，天皇两拜。日本天皇有甲伊讲过，因为迄个时阵共产党非常嚣张啊，所以日本天皇讲哦，我希望讲你会当来占我日本的领土两百年。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呢，大家受的教育拢予咱唔知影去。琉球是日本的领土呢，因为波茨坦宣言内底讲。日本战争以后，干那要予伊四块土地保留，其他拢要甲摕掉。这是波茨坦宣言内底讲，但是实际上，琉球1970年的时阵啊，已经献予日本了，无经过公投呢，是干那协商尔呢，予占领国、美国、甲日本的首相协商献伊。所以，咱过去所读就是讲。琉球有公投，大家要回去日本 ？No， 这是战争法里面、啊、根本被占领的人、啊、没有权利讲话。你若要讲话，无你来甲我讲啊，再讲一摆啊。所以大家唔通就是讲哦，民主，因为即摆大家以前有选举过，拢就是讲选举就是最好的民主。No， 有吗？现主席伫台湾中华民国体制里底选举。有最民主吗？他有钱给你买票，那叫做民主吗？他没说，台湾人给人欺负，给人糟蹋，自己不知道。今天，日本因为琉球回归，再回来就是台湾的问题了。靖国神社，里面有39100名的台湾的英灵。本来日本是殖民地，有台湾，有韩国。韩国是并和条款，韩国的皇帝将管理权来交还，交予这个日本的天皇。所以当所有权交还的时阵啊，日本天皇宣布还的时阵啊，伊就已经会当宣布伊的独立。台湾是。在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，天皇挂予天皇，日本的皇帝大清的皇帝将台湾的所有权交予日本天皇。5月7日生效以后啊，台湾这块土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私人的黄土，皇帝私人的土地。因为咱过去唔捌有国家是。皇帝的制度，所以咱不一定会当来了解。但是你个想条约，什么人对什么人，当然接受者就是天皇，不是日本政府啊。日本政府是因为首相接受了日本天皇的委托，予伊管理权台湾。所以台湾的管理权，是不是日本首相来管理 ？No， 伊另外派总督。殖民地的时候派总督华山之计，日本天皇亲自任命华山之计，你去做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 High Commission。所以这个 High Commission 啊，华山之计是不是受日本首相的控制 ？No， 是受什么人控制？日本天皇家己。所以你大家爱了解，法律就是法律。所以日本的天皇就是做到第18任、第19任的安藤利吉啊。安藤利吉迄个时阵，就伫1949年4月7日以后啊，安藤利吉做19任的总督，什么人啊任命的？日本的首相。19个总督唯一无经过天皇的任命的，干那这个安藤利吉。经过什么人任命？首相，你就知影。老早这块土地，伫1945年4月7日变作日本的红土啊。
变成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所以照渐进法来的占领不移转主权啊，这个土地台湾这个土地啊，是100%要阁属日本天皇的。这清楚。65年、66年啊，无人知啊。各位，这就是台湾地位的迷津啊，解密啊。今日您是在哩想问，我们已经解密。问题是解密以后要安怎？要有方法呢。我跟各位各位直接跟你声明一点：12月21日还是22日，这两天还未决定呢。咱110个民政府的来客要去参拜日本的靖国神社，这个是决定台湾地位的战胜点呢。我直接我敢讲一句真大声的话，给你听。那一天啊，全世界所有的媒体上无200支卡米拉，向咱这个110个代表啊，抢镜头。66年以来，头一摆台湾人去甲台湾英灵啊意见，因偌寂寞你看嘛。60几年了，没人管了。对啦，别急，我来，我演讲的时候别急，我会说啊。咱这边要去个参拜，咱的民政府主席曾根宪昭，以代表4个副主席，3个来个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6个州的州长，后壁咱的内阁。当然啦，这边郑先生啊，是咱内底啊年纪上介大，甲拍破的啦。伊吼迫不及待，他也不爱较紧搞，伊要回做。召集人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咱这个消息已经放落呀，日本国界非常震动，连续2次 email 问我，是10个还是100个？我讲是110个。过1次 email 讲，到底是你讲唔对的吗？我说 no， 110位。所以咱即摆现主席报名是，刚才要讲12位。你老要去的，敢那受训的团员才会当去哦，无受过训不可以去哦。爱做西装，哦，爱西装是吼，寒天的西装啦，嘿，两领裤，一束衫，5000块，他们讲足俗的啦。啊，查某嘛是同款，一领衫，一领裙，一领裤，5000块，团费。5天4晚，35000块，带5000个饭店，拢带伫同一个所在，巨蛋的圆顶五星饭店新的。咱去有4架游览巴士，因为政府咧未当讲大家挤甲要害 ，no， 一架车内底坐25个，未当超过30个，还是较大班的。啊，像阿讲，咱要去日本的右派讲哦，我来甲你欢迎。要派500个人欢迎中国，甲中国诶，甲个日本的左派，讲我要甲你抗议。诶，日本他们讲民主啦，伊嘛要派500个。日本东京都的市长伊讲哦，安尼我派1000个警察，各位，足闹热的啦，绝对足闹热。啊，所以呢，但你放心，真安全。哦，日本的抗议唔是像咱讲哦。啊！石头砍啊，啥物啊？日本袂安尼，拢一切拢照规矩。但是，这个拜靖国神社，62年来的头一拜，各位你有欢喜无？你应该欢喜啦！你做一个台湾人的子孙呐，到今日咱家己才知影。他们讲，
刚开始2004年、2005年开始研究这个论述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这一些，所以不怪美国的国务院跟美国国会一些智库来台湾跟我们说，甚至跟 AIT 的人说，这个人我们要去找，说我他这个人的论述到今天还在进行中呢。各位，你的论述如果是对的，未亲独派顶起啊，未亲国民党诶顶起啊 ，no， 咱诶论述绝对是歪啦。各位你甲看，咱去 AIT 出来接诶是发言人呢，这是每一摆咱连续四摆五摆去 AIT 去甲伊上会。他上抗议书 AIT 的人怎么说你敢知道，这个团队是很奇怪的，都上会呢，所以他不能出来接，因为现在不能出来接，因为我们是照法律来，你对的你就 要做，因为2006年10月24日去到美国的时候，那头一年2005年的时候，我也是同样去 AIT 给他送抗议书，但我送抗议书的时候给他讨你美国要发护照给我跟琉球同样，他当时他没说他发骗你，他太小看我了，他不找我美国的法律有规定，你如果向他行政单位申请经过几个月不要找你，你可以告啊，无滴过一个国家吼，国家免诉呢，有这个规定呢，所以我甲经过三个月，好加在伊无加回，我抓着机会啊，告啊！这个告诉啊，演变到今日，坦白讲，所有的团体啊，包括李登辉周围啊，我有甲看因的部落格，甲写啥，始料未及啦。我无想到讲，这個、林某某吼，哇，遮尔啊厉害！最近美国甲我问，听讲你要甲我告两个，要告啥？我要告护照。伊即马美国已经稳准咱，迄、那个 ID 卡已经稳准啦，对不对？11月份一定会收到 ID 卡，就是身份证啊。这个身份证是做甲非常，迄毋是咱家己做哦，是美国的五角大厦下卡的公司。替咱做的哦，我甲你保证，你若摕到迄份，你会错一条，迄无多去 copy， 无多去伪造。迄份若摕到，美国甲咱讲，伊讲免签证进去美国，但是呢，我唔敢甲你讲免签证，我敢来甲你讲哈，免 interview， 因为我歹讲收万，看袂你，我也袂较袂，互你去骂啦。免 interview 就算真好啊呢。这个中国人，那个中华民国的人讲哦，年底吼，美国哦要给咱免签证，看到贵啦，我跟你讲，伊来当免签证，我头都给你做亚侪啦。是安怎讲？因为中华民国那本护照，美国还没有把它列入讲免签证的国家啊，你不是国家呢，你又未记咧，一刚刚拢未记，伊不是国家呢。当时伊即马用怪啊。伊将中华民国对我拢讲啥？台湾政府，各位，台湾政府是我们呐、啊！你看咱迄张 ID， 你有看无？左边监管台湾 government， 本来不是台湾 government， 是台湾呢。美国有关单位甲我讲改，我改什么？台湾 government， 台湾政府。哇、哦，错一条呢，改做台湾政府呢？不是我要改的呢，我本来真客气啊。我用台湾就好了啦。No， 台湾政府给你免签证入来，就摕这份入去啊。各位，11月份哦，若无大家安尼吼，就爱惊一个目睭练练练吼，我随在你啊。唔是讲咱几个在打拼尔，咱需要四千名作为来打拼。你讨厌马英九？美国说没有关系，我五分钟就把你解决，直升机来了再造啊，还够贵的。你台湾有没有组织政府过？
没有嘛。台湾主权的建构是什么人给你完成，你知道不？日本人啊。什么时候完成这个叫做台湾主权的建构？1915年、1915年，他将全台湾全部征服，包括原住民都可以征服去。所以1922年2月6号，华盛顿裁军协定交的国家第19条条约，承认台湾是日本的领土。一当然，台湾真正的是属于日本的一部分，但迄个时阵台湾还是在殖民地。1937年，方民化鼓励台湾人改姓名，因为伫马关条约内底。在马关条约里面有一个规定，他规定说不是你台湾人因为挂给日本，这样台湾人就变成日本的国民。 No， 你只能变成日本在台湾的居民，都要经过日本的政府同意，你才可以变成日本的国民。日本政府什么时候同意你变成日本国民？1945年4月1号，日本天皇。所以国民党把你骗，我要让你知道这些消息，害死我们都把它吹出来。我说的每一条就是法律，每一条就是规定，现在和日本政府都有怕到。所以我们如果去日本的靖国神社跟参拜，除了全世界媒体震动以外，日本政府、日本的自民党跟日本的民主党啊，在两三天前啊，特别去组织一个6到8人的靖国神社的参拜团啊，要抢头香啊，去我们抢了，伊就吐起来。我跟你讲，后摆台湾民众去日本执政的，日本台湾拢是属政府啊，咱是日本的一部分，咱现在袂当执政，咱嘛照常会当去做首相呢，对不对？咱无定迄当阵，咱的张议长去遐做日本国会议长呢。有可能呢，啊！你若无拍炮就无可能。我讲，咱去日本建国神社以后吼，佫出来动作要做啥？你知嘛？日本1945年4月1号，天皇诏书，另外还佫有一个物件，大家无注意。4月1号，除了通过日本的天皇的诏书，佫通过一个众议员选举。改良办法，其中有包括台湾可以派3名的参议员，5名的众议员。各位，我要跟日本说，我要派啦。我们民政府要派3名的参议员，5名的众议员啦，你自己规定的啦。两礼拜前，日本的外务省、外务省来拜访我的时候，我两个都有看。我这个天皇，这个诏书有遵守无？你看，有啊，日本天皇有第一呐，有遵守。第34条法律，这个有遵守无？你去看。伊讲这嘛日本天皇的音啊，有遵守。该死啊！我跟你讲，愈来愈趣味啊！哇、哦，民政府想想那才厉害啊！管日本，管美国。有一天我会管中国了，我跟你说。2008年刚在选举的时候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跟我说，欸 Roger， 你如果原子弹，你敢敢去牵中国？我不知道那时候他说什么，我怎么不敢？问题是我都没原子弹，我有讲啊，足大声，我敢啊！伊笑，一酸酸，马上就掉。不过2个月，台湾媒体写啥？美国送4粒原子弹，送唔到的啦。是清天岗啊，也好笑哦。饭食唔到，我跟你讲，原子弹送唔到的，你相信吗？但这消息，你甲中国见过？喂。
台湾不是软卡鞋呢，那要跟你牵你嘛真歹看呢。我一到迄节课在咧讲迄个军力的布置啊，当然他拄啊第一吼有甲各位讲过。我一到要甲各位讲，是安怎中国无可能拍台湾，拢甲你吓啦！中国人敢那食吓，敢那吐一支嘴咧，就是讲因偌强，各位，中国根本插伊啦。但是有的人咧甲你讲讲，哇！你这个团体啊，你唔惊中国哦？但是你惊中国是惊对一空啊？我想无咧。中国绝对无咱的法的啦，伊有15亿的人呢。啊，伊的钱呢，个平均15亿哦，一人分无偌济呢。啊，那台湾啊，诶，外汇存底个平均拢卖光2300万啦，因为连我有400万的人，我无甲算台湾人。啊，平均的台湾不得了呢。所以唔免家己感觉讲家己委屈，还是讲家己看家己未起。但是因为政策的关系，马英九政策的关系，每一摆咱若直接你甲攻击哦，伊无偌久，伊就去宣布伊改变。各位，真正，我对现主席这中国人伫咱台湾的吞打非常的愤怒。捡二转拢是台湾人。伊电视演迄个无水准，吼、哦，啊是讲生了较歹，拢台湾人。因遐中国人哦，拢缘投拢足水个啦，是看因袂起呢，啊毋知咱要安怎才好呢？因为咱就袂晓控制媒体啊。妈，这个陈水扁当时将媒体交予咱台湾人，咱台湾人安怎，甲袂袂掉啦。所以这民进党遮苦，我足气遮就是安尼啦。我真正足气民进党啦，逐摆就讲啊，偏偏台湾人嘛，等我台湾人。民进党当中第一条甲我改，我才要转啊。当中第一条写啥？伊讲咱台湾啊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毋是我讲的，你转去看看伊个民进党个当中是咩安尼写？尤其蔡英文10月7日讲。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中华民国是台湾政府。我非常愤怒啦，我嘛甲美国讲啊，我会怎甲国语讲啊？当这个代志甲美国讲的时候，美国迄个人啊，面色青顺顺啊，伊讲蔡英文无去美国的国防部啦，去国家。地口的办公室啦，三个人跟他见面，两个人跟他见面，含蔡英文三个啦。其中有一个就是含咱伫见面的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人啦。所以我跟你讲的代志，100%绝对是正确。跟你骗讲，又去国防部，是有史以来台湾人头一摆去的蔡英文，你看到鬼，我跟你讲，各位。你骗啊！这边的蔡英文啊，算计拿400万票，我才随在你啦。所以，咱这边日本，我咪要甲宣布，台湾人爱拒绝算计，因为中华民国不是我的国家。当然，我讲这句话，在座各位，我相信还有一半以上啊，伫内心伫头壳内底，要你挣扎甲交战之中呢。但是台湾人若无这点的决心，若无甲提出来，予伊投票了一半以下，美国袂去甲你插啊！讲你家己愿意啊？你们愿意中华民国存在啊？你们愿意当中国人啊？各位，大家要思考啊！唔是讲台湾人唔好，但是台湾人的总统已经有两个啊啦，一个是李登辉，13年。第二个陈水扁，连续20年的执政呢，伊无台湾的意识吗？有啊，因迄个时阵一干干嘛哩发台湾独立啊？啊，有法度台湾独立无？有无？把你家己吼良心懵懵的啦，所以民进党唔能够骗啦，台独立名称唔能够骗啦。台湾人做总统，徛伫中华民国的态度内底。
好康啊，拢是遐中国人啦。我甲你讲，你台湾人有啥物好康？你甲我讲。我讲民政府来执政，老人年金一月1200块美金。我敢甲国语讲啊，我无要做官啊。但是军政府，美国军政府将主权、治权献给台湾民政府，我一定要坚持啦。老人年金1200块，你讲啊，几位就来？足简单诶嘛，遐老哦去金门马祖就有啊嘛。健保免交钱啦，台湾有钱你敢知？台湾的健保安怎？同款嘛，遐老哦卖过摕药去中国就好啊嘛，是咱用台湾这个力量去治遐全中国遐老哦呢？伊讲伊老阿公有功劳，各位伊有功劳吗？农民，农民做事无功劳，水果一斤，香蕉一斤一块，来啊一粒两块，苦无止境的。啊，有当想想吼，咱干那安尼话无效啦，你听真爽啊！我提出行动啊！你若无行动，无效啦。我行动，你嘛爱行动呢？我讲拒绝选举，是你拒绝啥？拒绝中华民国体制内底的选举啦！我唔是讲我咧拒绝你蔡英文，你台湾人对啊？我嘛知你台湾人啊！啊无你好大，你宣布讲你若调吼，迄一票30块、50块，你买呢？你宣布我看卖啊！你也拢领这款钱，你去甲投票，伊阁趁钱。应该咱去甲投票，行路嘛爱，互咱行路工的钱。你无钱摕钱无要紧，你阁摕钱予伊。迄实在是，我感觉讲吼，台湾人竟然有伫一种个环境内底，安尼忍耐遮尔久，啊拢无人伫改，无人伫害。啊，试试咱，各位，你家己爱思考啊，你爱思考啦，爱认真思考啦。我这节课超过3分钟啊，我直接结束，下晡点半再见。我跟你讲。国民党提跟恁什么关系？伊中华民国跟恁什么关系？无关系啊！咱若有一半以上，咱会甲美国讲啊，我已经无爱中华民国啊！你美军爱入来啊！我甲你讲，波多黎各三小国，苏联占领，甲伊办选举哦，甲咱同款哦。即马中华民国甲你占领，甲你办选举哦。波罗的海三小国啊，拒绝投票，三成去投票呢。美国随即未无效，叫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民政府去办选举，投票97%过，伊就过啊。同款，咱若有一半以上无去甲投票，台湾民政府宣布投票选台湾总统。贵啊嘛，安尼就贵啊嘛，这么简单，法律在头前，美国嘛拢点点，是安那要点点，伊嘛惊咱安尼啊，但是已经准备要咱要接啊啦，4000名，非条件讲4000名随分的，还是650万、6万的、650万的 ID， 大细汉拢算在内，尽款行李。各位，现在紧张的不是我们啦，是中国国民党在紧张啦，是民进党紧张啦。当年谢长廷输200几万票，会记得无？你知道气势敢比现在较歹吗？比现在较好呢。谢长廷你做事人讲较济呢，输200几万票呢，会赢吗？各位，
家己想看卖啊。但是我无要甲你强迫讲你卖去投票，你家己去想。因为即马算讲拄拄我才开始呢，有个人还阁想袂清呢。我也不爱讲你想袂清，想袂清。但是这个提议，我要伫国际发表，你台湾人爱去思考。你是中国人吗？你不是中国人，你喜欢你选中国的总统？印度人，伊敢有去选西藏的总统？无啊。偏偏就是台湾人去选中国的总统。啊，你讲你不是伊的一部分，你去选伊的总统要创啊？无道理，无道理呢，完全没有道理。想看卖啊，下晡去接客，咱再过来上。这个甲这个所在结束。啊，那等下要去日本的，下港后边去牛山。啊，登记向那个潘大成哦，登记。啊，登记刚讲个清楚，因为即马可能马上超过110个人啊吼，所以这个也做团费是35000啦。这个月31日以前35000爱回去，爱叫尊称，卖讲登记去的吼啊，时搞就促销，那不好啦。啊，先后次序就是汇集的先后次序。做你是不是110名的内底，还是外口？安尼好唔好？下昼上课过来讲较精彩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！立正！站立！楼卡用餐，下晡点半上课。